啊，你看他底下说了，他说我有心读经，但往往会读错，或者是漏读，就说这样读经罪比较重，请问应该怎么办？那你说出来就觉得完全正确了，啊，你去好好看看山西小院，看那些人，啊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多？那些人的时候诵经效果那么显著，啊，两三个月就明显的效果。